繼續嚟到咧就係發達廣場嘅環節，呢一次身邊嘅嘉賓咧係有 Stanley 嘅 ，Stanley 你好。你好。啊，睇翻大市啊嚇，升緊212點啦，19175點，成交324億幾啊。而至於期指咧低水50點，19125點嘅，係上升92點。嗱 ，Stanley 不如同你傾傾咧，就係港交所嘅業績啦。啱啱咧即係晏晝嘅時間咧出咗份業績啦，就係頭三季啊嚇，佢咧就係多賺一成嘅，去到38億2000萬。咁啊。叫做都係有賺多咗錢啦，咁啊睇睇晏晝翻嚟嘅股價咧就係升緊咧1.25% 啊，做128.7，咁啊比朝早回落咗啲啲嘅，咁啊都想問一下 Stanley 啦，即係呢一份業績你又有咩睇法咧？算唔算係預期啦嚇？基本上你話睇翻今次嘅業績表現似乎都可以話係一般啦。因為睇翻你話，雖然你話睇翻頭三季度裏邊，即係講第頭九個月裏邊啦，那個盈利係上升接近係有成一成咁多。咁但係如果睇翻相比之下咧，如果你見咗中期嘅時間咧，其實公司增長率係14%咗緊嘅。咁而且今次個季度業績咧，其實都出現到個按季嘅倒退啦，大概個按季跌咗大概8%度啦。咁都反映翻咧，其實翻第三季度表現裏邊啦。港交所本身咧就亦都唔係叫做得相當之理想嘅，即係正如我哋啱啱喺翻你話喺翻中午中期嘅時間咧，其實我都提及到咧就話有啲嘅原因。你話睇翻今年第三季度裏邊咧，其實你見得到嗰個成交量方面啦，或者講緊係一啲嘅新上市嘅公司嘅一啲嘅集資金額咧，基本上都做得唔係話咁好嘅啫。咁所以變相你話喺翻呢個情況之下啦，港交所能夠有翻叫係即係都仍然有個叫做係 keep 住啦個即係。比較即係頭三季度裏邊有個10% 嘅一個增長嘅話咧，似乎就可以話係即係叫一即係冇太大嘅驚喜啦，講翻啦。咁所以你見得到股價方面咧，喺公布完業績之後啊，其實都冇太大嘅反應嘅，喺市場方面都。咁但係至於睇翻今年第四季度嘅表現啦。你講下之後嘅時間嘅表現啦，事實上大家之前都比較對翻港交所比較大一啲嘅期望嘅，特別就話到第四季度本身啊，你都可能會比較多啲公司嘅上市啦，或者翻之前嘅時間咧，都有啲比較大型啲嘅集資嘅行動，例如好似譬如新華人壽啊，好似譬如話一個三一重工啊，同埋就話本身一啲嘅比較大型啲啦，一啲嘅即係我哋企業會可能會嚟香港上市啦。咁但係只不過啦，基於個市況開始又轉弱咗啦，咁你見得到喺翻上市公司嗰方依方面咧，其實都好多係有啲又即係延期啦，有啲可能取消咗啦，咁所以變。其實都對翻港交所呢方面收入咧係有啲比較大啲影響嘅。咁而另外睇翻成交量方面咧，無疑你話呢段嘅時間咧開始繼續係即係活躍翻啦。咁但係就我咁相比翻上年嘅同期咧，其實個表現上咧似乎都真係比較遜色多少少。咁再加上啦，同一啲喺內地方面一啲嘅合作嘅業務，似乎都未見到有個比較即係個大一啲嘅進展啊。咁所以對翻港交所嚟計咧，其實我估價我覺得到短期裏邊啦，可能都會喺翻近排個大市同步啦。即係你話講緊港股個表現上，如果係轉差嘅話咧，都可能會即係都唔係個股價嘅機會再即係會試翻啲低位嘅。咁而且我睇到圖表上啦。有冇見到啦？嗱，本身咧見到呢個港交所個圖表咧，近日嘅時間咧，大部分時間都係翻125蚊啦，至到大概咧係140蚊到附近咧，係叫做係橫行緊嘅，即係拉回橫線，你會見得到噶啦。嗱，本身而家個股價啦，對翻呢一個嘅呢個價位度咧係橫行緊嘅，即係呢個大概125蚊啦，至到大概140蚊呢個15蚊到嘅波幅嘅橫行緊嘅。咁所以初步睇啊，如果你話睇翻呢一段嘅時間裏邊咧，即係如果喺後市裏邊，如果守得住125蚊嘅位置嘅話咧，基本上咧都係有機會可能會先翻翻上133蚊啦，然後再可能有機會咧再上翻140蚊嘅水平嘅。咁但係始終個形態上似乎就真係唔係話咁理想啦，同埋就始終我諗你話今日嚟計業績公布完之後啦，始終表現都好似即係市場反應都似乎都比較一般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可以選擇嘅話咧，暫時我都覺得係即係觀望。後會比較即係適合啲咯。係咯，市場反應都非常之冷靜啊！咁啊，見到依家升幅有咗收窄啦，唔夠1% 啦嚇，128.3啊！嗱，啱聽 Stanley 所講咧，即係話第四季咧都會多咗啲公司嚟到上市啦。咁啊，見到聯交所其實上市費咧都係有所增加嘅，會唔會第四季嚟講咧表現又會好翻啲咧？同埋即係大家見到都值得理解嘅第三季方面咧，見到佢做得比較差，咁啊，全球方面歐債嘅問題啦，亦都係啦，即係令到大家係唔敢投資啊入市啊，可能。自然成交都係少咗嘅，第四季咁樣相對嚟講，會唔會即係叫做可以提高翻一線啊？嗱，雖然啱啱提及到啦，就係話本身其實好多嘅一啲嘅公司集資嘅行動咧，喺翻之即係有啲比較大型啲集資嘅行動咧，其實基本上暫時都可能有機會係即係有啲公司已經可以延期咗啦，或者甚至乎咧係取消咗嘅。咁所以話第四季度本身咧，其實大家都會比較係即係樂觀，初頭咧會可能會即係初段嘅時間啦，可能會比較即係樂觀啲啦，覺得可能第四季度可能個市況會叫做轉翻好啲啦。咁呢方面可能都要再觀察翻。
翻啦。咁但係問題係喺翻一個即係歐債危機影響之下啦，變相其實都對翻一啲嘅即係講係即係一啲新公司上市嘅部署啊，或者點講加投輪方面咧，都或少咧有啲影響喺度嘅。咁所以你睇翻而家現價嚟計咧，或者講係港股值上咧，其實講係27倍到 PE 咧，其實又現價上又唔叫特別係平嘅。咁所以變咗你話到第三季度到第四季度啊，你話如果係除非個加投量或者嗰陣個市況開始叫轉即係轉好翻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相信你個港交所股價咧，似乎暫時嚟計咧，都個比較即係都比較難啲突破嘅。好啊，咁啊講完港交所業績啦，都睇睇其他嘅板塊啦，好嘛？今日咧有個板塊升得咧都係特別靚嘅，就係、是、鐵路板塊啊。咁啊，你不如睇下咧板塊嘅表現先啦。中鐵建4.96啊，升接近6%；中交建咧5.95，升超過3%；中國中鐵做2.59，升超過6%嘅。而南車方面咧就係4.89啊，升接近6%。南車時代暫時冇起跌，18.96。嗱，琴日咧就有報道就話咧，即係鐵道部方面咧，就有還錢喎，咁啊還翻啲錢俾啊中國南車同北車啦。咁琴日其實大市嚟講跌成1000點咧，佢哋都自不然咧都要跌㗎啦。咁啊個好消息到今日先反映啦，成個板塊升得都唔錯喎，係咪啊？基本上見得到咧，話即係受惠呢個消息啦，見得到今日一啲嘅鐵路股呢個板塊咧，又再度可以話再度起動啊！即係見得到個股價方面都有個比較唔錯嘅表現。咁但係當然你話睇翻呢一啲即係鐵路部即係叫還錢嘅消息啦，咁其實睇翻之前嘅時間啦，大家會比較關注、比較擔心嘅就係話，因為鐵路部本身咧嗰個負債都叫做相當之沉重，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今次有呢啲嘅消息嘅話咧，其實變相都對翻即係個別嘅公司啦，尤其是啊，大家可能會擔心緊就係會唔會有機會即係拖數嘅情況咧？咁而家就叫稍微舒緩翻啦，咁但係始終你話呢個板塊本身咧，其實都比較特別嘅，因為你睇翻喺翻過往嘅時間咧，就內地方面咧一啲關於即係鐵路嘅投資嗰、那個比重咧，其實都相對比較大，特別就係話喺翻過往一段嘅時間啦，一啲嘅高鐵嘅概念咧，其實都令到呢個板塊咧都繼續即係曾經都炒起過唔少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伴隨住好多一啲嘅比較負面啲嘅新聞啦，譬如一啲嘅安全嘅事故啊，甚至乎講翻鐵路部方面咧，其實喺翻今年嘅即係今年嘅頭九個月裏邊啦，其實鐵路部嘅負債咧基本上已經去到成22000多億嘅啦。咁所以你話即係鐵路部本身都即係叫負債累累啦，咁所以你又變咗係政府嘅援助之下啦，咁變咗公司都可以即係向咗某啲公司可能先還債先啦。但面問題就係話喺翻呢個咁叫對翻鐵路部本身咧咁嚴峻嘅一個嘅財政嘅問題之下咧，你話喺之後嘅時間會唔會再加大呢一啲嘅鐵路投資咧？似乎機會真係叫比較渺茫啲。咁反而咧，你話喺翻一啲現有工程上面咧，相信鐵路部方面咧可能會即係繼續進行翻，即係繼續進行翻做翻呢一啲嘅一啲工序先啦。因為始終你會見到好多內地咧，其實都好多報道提及到咧，就話好多嘅鐵路啊，本身可能真係起到一半咧，基本上已經冇錢再營運落去啦，冇錢再起。咁所以變相你話，而家呢個鐵路部本身咧，叫水喉可能會叫比較充裕翻嘅情況之下啦，一啲嘅工程可能會重新上馬，咁都連帶咧對翻呢一啲嘅公司本身，即係鐵路股呢一啲板塊本身咧，其實都係個比較正面嘅。咁但係只不過你話前景上就似乎我都覺得都仲係唔係話即係咁樂觀啦，尤其是見到個別公司嘅股價咧，即係譬如以翻呢個即係南車為例啦，你見到估計翻之前嘅時間咧，九月尾打後咧，其實都真係累積升咗唔少噶啦。咁所以變咗你話而家到呢一段嘅時間，如果係再高追嘅話咧，似乎即係風險咁亦都比較即係個直播率啦，都唔係真係咁高，咁所以我都建議翻啦。可能如果你真係要即係如果即使啊睇呢個板塊嘅話咧，咁我都建議翻，可能譬如先回落翻到4.4到呢位置，先再考慮會比較安全啲。好，唔該曬啊 ，Stanley 嘅嚇。咁啊，我哋再睇睇咧，就係大市啊，升緊181點啊，19145點，升幅咧就唔夠1% 嘅。成交方面334億幾，都好似偏少咁啊！嗬，今日嗰個市況啊，成交係嘛？係啊，冇錯，因為始終我諗你又對大家睇翻個市況都叫比較觀望啦，特別就係話見到而家即係外圍嘅情況咧，似乎都真係唔係咁樂觀啊。咁所以變咗你話翻，即係雖然話經過尋日嘅大跌市之後咧，今日雖然話係叫做上升翻啦，咁但係似乎就真係叫做即係個市即係投資者方面咧，都可能對翻後市有啲戒心。咁所以變咗你有短期裏邊咧，相信大市嘅成交量方面咧，似乎都真係就未叫做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咁所以短期裏邊，相信大市都可能連都係翻啦。即係如果守20000點嘅話咧，可能翻19000點啦，至20000點呢一個1000點波幅度啦，波幅上咧可能不斷喺度即係先行整固先。好啊，唔該 Stanley 嘅嚇，咁啊節目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啦，轉頭翻嚟咧就會有第二位主持啦，同大家見面嘅。有任何問題啊，記住係 send 電郵俾我哋啦。ASK@bschannel.com 同埋咧可以打電話過嚟2804-65662804-6566嘅，咁啊睇翻啦，期指啊嚇低水緊就係40點19105點嘅，上升咧就72點，成交量46000幾張多啲，休息陣先啦，轉頭翻嚟再見。